那个记者怎么了？他现在正在威胁说要把金师傅的过去全部抖出来。为什么他都不替自己辩解呢？该说的还是要说清楚啊。不管是什么，我都已经不记得了。现在都已经几点了？会长怎么还没有清醒？虽然对傅永洲很抱歉，老天似乎站在我这边。听说正在流传会长脑死的八卦消息。谁说脑死了？你对谁说的？我是来做最后通知的。石原分院马上就要关院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浪漫医生金师傅。